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，竭诚欢迎您来观赏圣诞剧《他的后半生》。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精打细算、生意有成的商人，钱是他最大的追求目标，以至于他不但被钱捆绑，而变得吝啬贪婪，错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爱与关系，还赔上了健康，犯了法。在这个社会中，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，这种人会转变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邢老板他的故事。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12月24号下午3点到5点中来到 One Thing 基督教会，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圣诞剧。在会后还有聚餐哦。各位观众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， Felicia 会亲自的演出，你一定要去看。想要看 Felicia 忘词吗？想要看 Felicia 出糗吗？所以千万一定要这个星期天去那边看哦。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， 耶、yeah!